托，就是班导说他要去看精神科的啊。哎，沈琪，你要去哪？妈，今天好吗？妈，该吃药喽。看护小姐，我妈她怎么啦？为什么变得那么没有精神啊？她常跟外面植物说话啊，那医生就想说她病情严重，所以就帮她加了重药啊。她不过是跟植物讲话，有必要下那么重的药吗？可是你看，外面植物都已经枯掉了，你妈脾气又不好，我们要浇花，我们要收走都不是，那还是你要不要把它收走，还是换一副新的花上去，这样她看的心情也会比较好。剩下的我来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妈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小琪，我的朋友，你看得见他吗？在生我的气，我不敢讲话了。他一直都在生气，不敢讲话。你干嘛？这些药让我变得很迟钝，我想要清醒一点。迟钝一点没什么不好啊，说不定活得比较轻松呢。我没想过你才容易。是吗？有没有脑瘤对我来说都是一样。如果没有脑瘤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不会再烦你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，你白痴也在。对啊，又在那自言自语，每天都在吃这些，有都在念什么？神经毛病。等等，怎么没看人吃药啊？有啊，刚才喝汤的时候一直吃掉了。对了，医生已经帮你安排好开刀时间了。什么时候啊？毕业那天就住院，做完检查大概三天后开刀吧。是啊，那我们就什么都办给你。不用担心，医生说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。
跟季叶不说话。医院，对手已经展开攻击了。他们怎么敢这么搞？全局跟打仗一样，他们有什么不敢？光是他们潜入疗养院偷拍，侵犯病人的隐私，我就可以告他们了。医院，你当然可以告他们了。可是你看这些黑暗，他上面完全没有锁，顶多他们就找个中岛出来顶罪，你告不到他本人。我家务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啊？议员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扭转你的形象，我们要从高贵的路线改走清理那家风格。你看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来跟疗养院联络一下，你们去拍一组深情的夫妻照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父亲母子是不得已才把夫人送进疗养院，而且你们还是一样的间谍先生。这最好神奇也可以入境，这就是一组完美的全家福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现在主要就是定位的问题吧。所以我觉得看一下要走一种美式还是走日式，像刚刚你说的话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哈，临时把这开会地点改在你家。哎，来，你也知道，最近对手出了一些那种卑鄙的小伎俩，这样为了怕我们选情呢有点啊被对手知道，所以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好吧，来，先看一下这个照片该怎么拍哦。我爸呢？你爸忙得很。县长又是议会啊，下面还有一堆庄脚，一堆人事情要搞定，人那忙啊。我是觉得你当儿子的话，有时候也是要该多体谅一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管他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照片要怎么弄哈。我觉得这 slogan 下得非常好，每个成功政治人物的背后哈，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家庭。OK， 这个 slogan 是小琪介绍的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他找的这些大家都找了一些非常多的风格，这种日式的，有这种美式的 ，OK， 好吗？对，这里还有，这边还有这种英式的，我是觉得这种不错。小琪，啊，你爸爸说要来看我哎。议员一早就打电话来交代，说帮他换衣服，你看还不错哦。妈今天很漂亮。你爸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再一下吧。夫人好。来吧，我们到外面呀，去拍个照。大伟，他们是谁？我不要出去。他们是来帮我们拍照的，待会啊，你要表现大方一点啊。妈，你今天奶奶穿得那么漂亮，我们全家拍张照，留个纪念吧。拍照。先化个妆啊，这样脸色看起来好看一点。来，化妆师。哎，来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哎，麻烦夫人的衣服歪了哦，然后那个领结，对，议员的领结。OK， 沈琦，你的领结注意一下，测一下光。好，测一下，我们测一下光哈。来，看一下可以吗？记得要笑哦，好笑。要靠近一点哦。来，议员。手，哎，这比较好。来，扶一下，扶一下。来，议员跟夫人靠近一点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了哈。来，哎，妈，别怕，只闪光灯而已。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习惯就好。只拍个照而已。我们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试一次哦。好，来，夫人记得笑哦。嘿，好。哎，笑，记得笑哦，好笑。夫人，你闪光灯有可能关掉，这一定要闪的啊！不是，你换个方式好不好？换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移旁边一点就好了，习惯就好。眼睛打开，笑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来笑，来神奇，嘿，来看这边啊，很好，来一点，神奇笑一下啊，来。不要拍了。
不要拍了。爸，你这妈拍的？我妈可以的，为什么不拍？就一下子嘛。